各位学员，即马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好。好。辛苦啦哈，计划我不爱讲，因为我今日要讲的物件吼真多，会讲较紧，但是无要紧。你若感觉讲我讲的即个物件吼，对你有帮助，你回去搁调直播的迄个影段来看，安尼就好啊。因为今日人遮济，因为我炸这传单吼，炸无够。你连工若有上普通班，你再甲我提，好无？后礼拜再搁甲我提就好啊。因为我无想到遮济人，吼。简单吼，各位你敢会当手头拢有病吼？拢有病吼？唔是要做啥物？什么科技？我是希望各位吼，搁落来这个物件，我希望你甲用你的笔，甲你，我等下要互你选择，你三选一吼，你选一个安尼就好吼。来，直接讲重点吼，关键时刻吼，伫这个时阵，你一定爱选择。你无选择吼，你唔知影未来你后来你要安怎做。所以，来咱看。就是讲，伫这个所在吼，有三项选择吼。这三项选择，这就是维持现状。吼，你若要维持现状，你就写中国，因为咱人今日较侪吼，所以往下我本来是要互恁刷位啦，但是遮侪人要哪刷？你要做日本人诶，你就写日本；你要做美国人诶，你就写美国。这三项，你即马甲写起来。较等下，我甲你讲所有的法律以后，你认为讲你头一个选唔对啊，你阁改无要紧，吼、哦。最后就算选三摆，互你选对吼，嘛无要紧。上无你知影你到底你要做啥物人，吼、哦。你即马笔压起来就写吼，啊无即马用举手的吼，我嘛遐济人，我嘛唔知影讲倒一个人。啊，这种物件是帮助你。你若选唔对，你阁改，你的头壳会足清楚。所以你即马开始选，吼、哦、啊！我等下开始讲，我讲的这些物件拢足简单的。等下听煞，你若认为讲你有需要有炸随身碟，你要扩这个资料，我规个扩给你，吼、哦。因为这个物件伊好用，好用伫倒，我经过试验啊啦。那照我呢，详详细细安尼吼，一点钟甲讲完吼，敢那两种答案，一种答案就是迄个人歪头走，啊，另外一种答案就是真紧就来上课啊，真紧就办身份证啊，因为我无讲法律，我甲法律的物件转变足简单的图像，敢那参像你要去演讲，你有可能拢写重点，我拢写重点给你，但是你若未晓去解说。迄、那个重点吼，都跳过去、让过去，安尼直直走去啊。所以我今摆要开始讲，啊，你拢写好未？选好啊吼！你要维持现状，你就写中国；你要做日本人，你就写日本人；你要做美国人，你写美国人。吼、哦！啊，咱到底是虾米人？我拄啊的题目吼，我甲你讲，你嘛无一定爱写日本人哦。吼、哦！你嘛无一定爱写日本人啊。参像我要做美国人，我这有绿卡，吼、哦。但是迄是以前我唔知啦，啊，即马知影我就爱做一个啊，吼、哦。来，我开始讲吼、哦，这个机啊，捌看过无？我不爱问你啊，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因为我时间有限，这中华民国的国徽啊，吼、哦。这相信吼、哦，有差不多高。90%的人唔知这个旗，这个国徽啦。啊，为什么讲这个物件是安尼？因为伫这段时间吼，咱读真济法理的论述以后，知影迄个道理。你若无读过这个法理，你唔知，你无法度明辨是非。伊甲你讲吼，你当作讲迄个物件甲我完全无关系。这真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徽啊，袁世凯，无唔对啦吼。这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嘛，吼，
这伊个旗啊，后壁一张搁较清楚。这孙中山顶头的这个五色旗，你也看啦吼，斗秋平，青天白日满地红。中这个旗啊，一般那是国家就徛中央嘛，无可能对斗平算倒过来，讲这个是国旗，这个是海军军旗，这个是陆军军旗，无可能安尼嘛。中这一定是国旗嘛吼，看后一张。中华民国的国旗，海军军旗哦，啊奇怪啊！中华民国伫台湾这个所在，哪用海军军旗？吼、哦，这我相信吼、哦，在座的各位可能应该拢唔捌看过，嘛唔捌听过。来，咱阁看后一张吼、哦。伫这个所在，你也看吼、哦，这清清楚楚吼、哦，蒋介石替美国来台湾这个所在军事占领，当时是。当时蒋介石还袂34年的时阵，蒋介石还袂做总统哦。伊是37年，民国37年，1948到37年，37年才选掉第一任宪政以后第一任的总统，李宗仁迄阵做副总统。啊，后来蒋介石有问题，转李总统副总统吼，转跳开做总统。啊，所以你也看吼。来占领是34年哦，当时根本蒋介石唔是总统，但是麦克阿瑟用蒋介石元帅，啊，迄阵伊还袂做总统，啊，怎啊提伊海军的军旗？中华民国的党徽、三民主义五党所中，中华民国的党歌啊，所以你已经唱几啊十年啊，三民主义五党所中，安尼唱几啊十年，你安怎想你嘛想讲奇怪，安奈遐尼侪遐奇怪。一个国家的国歌，那叫做五党所中，原因就是这个所在机关仓的仓库。所以你看伊顶头，这中华民国的国旗，这国徽，伊的国歌叫做《中国雄立于宇宙间》呐，哈。所以咱我即摆后壁阁讲落的这个物件，就是要各位清楚，中华民国伫68年前来台湾占领，伊开始经过4年以后，伊才变流亡政府。啊！流亡政府以后，伊要安怎走？伊无法度走，因为伊无土地啊，所以开始借尸还魂。顶头叫啥？借尸还魂。伊安怎？伊有政权，但是伊无土地。伊为着要借尸还魂，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所以，搁来这物件就是你家己骗。啊！你用骗阿久啊？骗到你拢唔知，吼？啊！是因为咱今日林秘书长。这个论述出来，所以咱才开始去思考过去遐无应该安尼做的代志。来，佮后一个吼，你看，这中华民国的国民党的党政，你差这两支呢？这我遐搞，我嘛袂去搞，我嘛无材料去画这支啦吼。你甲看吼，这个物件是我顶礼拜六，因为我进前遐物件讲完啦，后来我家己嘛感觉讲。这应该爱阁找阁较详细的证据吼，来证明这件代志。中华民国即马用的这支海军军旗吼，是民国43年嘞。你头壳阁清楚吼，34年占领，38年流亡，38年以后的43年。我到即阵吼，我发现着足侪43年的。啊，这43年进前是啥物物件？我拜托各位吼，内底若有电脑较牛的人吼，你。拜托，你帮我找一项物件吼，就是中华民国的兵役法吼，伫43年进前我拢找无，吼、哦。你知道中华民国的兵役法内底写啥无？全世界正常的国家吼，啥物人爱做兵？就是讲这个地区的公民才爱做兵啦。你去看中华民国的兵役法，一定要写中华民国的男。年满20岁的男子啊，伊甲你写男子呢，全世界无这款道理啊！啊，拢奇怪啊！咱了解这个道理啊，直直查，直直查。哎、欸、呀、啊，奇怪，安那呢？瑞士的兵役法是写年满18岁的公民哦。所以恁若有法度去甲我找这个物件啊，真正感恩，因为我找无，迄唔知要对对找我功力无够。所以你来看，伊对民国43年以后，历经立法程序修正。知请总统于10月23日明公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迄今呐、啊、到现在，
这个机啊是对43年，等于讲34年以后，佮经过8、9年以后，这个机啊才正式画图。你看，画这个图画起来有无？安尼才用到即阵呢。啊，所以你看，拄啊，我甲你讲，这个是海军军机，你爱头壳内底爱清楚这件代志。就是讲，拄啊，我甲你讲一句话，叫做借尸还魂呐。伊为着伊无已经知影伊无得走啊，就介绍这个集团已经知影伊无得走啊。无得走，伊当然伊当时接受导航的后壁一张相片吼，这张相片内底，我相信初级班老上过的人应该拢看过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伫中山堂，就是以前叫做工会堂内底接受日军投降的时阵，才有四支旗啊，英国、中华民国、美国、苏联。但是这支旗啊有问题啊，所有的拢是国家，啊奈这支是安尼。那要论真讲吼，你甲我讲台湾光复嘛，你收复国土嘛，你哪用海军军旗？你应该用较标准的吼，因为当时应该用这支啊，但用这支吼有一点牵强啦。因为34年迄个时阵，中国伊到底伊正确用的国旗是啥？我阁咧查，但是你甲我讲台湾光复嘛？但是伊伫咱的头壳咧灌输的迄个思想，就是讲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对开国一直落来嘛。伊甲咱讲中途本来一支去换迄支嘛，啊到底当时换的？因为你也知影一件代志，我拄啊有各位登来看，互你这种即、這个看即个物件吼，合理的怀疑啦吼。咱即马用逻辑来思考吼，既然军事战。喂，既然军事占领，所以你也看吼，这个是这个，不是国家，这个嘛不是国家，所以这个嘛不是国家啦，对吧？那用这个逻辑来思考，所以伫民国34年进前，中华民国迄支啊，一定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因为当时美国既然三项物件拢安尼准准准吼，照你讲，我查无啦。所以在座各位，你看你有法度查到民国34年进前，中华民国伊到底伊的国旗是用倒一支？但是我即摆因为我无时间，所以我只好用这个五色旗放起哩。因为当时吼，中华民国34年伊到38年才流亡呢，这中间有4年的时间，迄阵的中华民国根本还袂流亡啊。既然还袂流亡，你哪会无爱摕你的国旗来占领？原因是啥？你甲我讲台湾这个土地光复嘛？光复叫做收复国土。啊，收复国土为什么爱安尼用因的旗啊？用当时中华民国的国旗？因为你甲我讲，我台湾省就是你中华民国的。啊，所以这款物件无道理。吼，来，咱看后一张，这是室内哦。这个是中山堂的室外的图啊，哈，顶头美国国旗。你来看哈，你即马各位，你即马爱记这个物件记清楚哈，因为这真重要。这是中国战区啦，这是台湾光复，都甲你讲要借尸还魂啊，哈，伊按算中台湾这个土地伊要杀去啊，所以伊甲你当时日本天皇。发动二次大战，引起吼后来才变成台湾这个所在是被占领，但是被占领，咱台湾人迄个时阵有600万的日本台湾人，啊，这日本的600万的日本台湾人中间有真侪插曲，我直接讲结论啦，因为这个物件佫讲了会足长的，所以伫迄个过程当中吼，开始甲你改变历史。所以这个所在是中国战区，本来是叫做太平洋战区受降典礼，会记得吼？太平洋战区哦，我后啊刷来，我拄啊遐传单内底嘛有这个物件，所以迄个传单吼，恁上好摕转去，甲附背起来，你足好用的。来，这中山堂的外口，就是拄啊这个白匾哦，伫白匾里家嘛，这伊的外口迄个广场。证明讲，这个确实伫中山堂的迄个内底，还有一张放大的图，这个、较放大，有无？这是白匾嘛？是台湾光复，就是拄啊，这个大的白匾。这要创啥？伊要甲你改变历史啊！你也看吼、
如果刚刚那个牌那个匾哈、哦、上面写的是台湾光复中国战区，我们看到哈、哦，哎、欸，不好意思，我是讲中文比较好还是讲台语比较好？中文了、啊、哈、啊，抱歉抱歉，忘记问了哈、哦。你看哈、哦，这个地方写中国战区，当时接受投降就只有何应钦就够了嘛，因为。 因为刚刚那个中山堂的外面，他写中国战区嘛，但是还有一张相片呢。这个是陈仪啊，陈仪当时是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那我请问各位，陈仪是代表哪一个岛？陈仪是代表哪一个岛？就台湾啊。那为什么有一个何应钦，又有一个陈仪？表示台湾这一块土地。 是麦克阿瑟委托蒋介石来军事占领，所以用军旗，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因为他用了军旗了以后，经过四年，中华民国变成流亡政府，没得造，要去哪里？没有地方跑了，所以将错就错，开始改变历史。 好、哦，知道历史的过程的人，甚至于有读书的人，很简单，228，白色恐怖，美丽岛，这样一连串的下去。所以，足侪时大人拢甲囡仔讲吼，囡仔人有耳无嘴，莫学白讲，你若讲唔对吼，念的都唔知走去倒位去啊。啊，所以吼、哦，这种物件经过60几年，我们也知道很多事实。 那这个事实要需要各位去传播，但是如果你没有我现手上给你的这些大抄小抄哈，你没有图片，你很难去讲。你大部分拢用讲这笑的过来啊，哈、哦。这彩色的相片，这个是1995年，你们那个传单上面都有哈、哦。这顶头有美国的国旗的家。 这好，迄个啥，迄个国父纪念馆，郝龙斌、马英九，这嘛美国国旗。这去年的93军人节，这边也有一支美国国旗。这蔡英文，你选总统的时候，伊嘛咧庆祝光复节，今年的光复节敢有庆祝？无啊嘛哈。这张钱恁手头嘛有哈，这张钱就是法律。好，我解释给你听。 你听完，你用我即马甲你讲的这个角度足简单呢。啊，对方伊嘛无法度甲你应啊。34年你会记，我拄啊一直甲你，因为我不想用19，用西元，因为西元有的时候想当时那个背景，我们都是用民国嘛哈。所以你要记得哈，这个是民国35年的钱，民国34年开始占领，34年占领的第二年。 照理讲，你不是告诉我台湾光复吗？你知道现在的波多黎各哈，1898年的时候，美国跟西班牙战争，西班牙战败，割让了4个地方：波多黎各、关岛、古巴、菲律宾。现在的波多黎各已经100多年了，它现在是属于殖民地的性质。 因为波多黎各的人现在还在讲西班牙文，不是讲英文，所以这已经100多年，从占领的那一天，从割让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都用美金哦，拢用美金用啊，这阵啊。蒋介石不是告诉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已经光复了？既然光复，刚开始已经60几年了吗？刚开始。 你可以讲是殖民地嘛？就算殖民地，你要比照办理啊。国际法你是比照办理啦。波多黎各现在已经100多年，台湾这边被占领才68年而已嘛。照理讲，当时就应该用中国钱、中国的纸币，都是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为什么用台湾银行？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跟我讲，你当时没有纸币，你比较穷，你比较落后。 我相信各位，你没有看到我现在给你的这一个文宣，你也不知道他们当时到底有没有钱。有啊，他们当时有钱。
这个是中华民国26年呢，在中国发行的中国银行的钱呢，同样孙中山嘛，大家看一次，同样是孙中山，为什么这张钱不比照波多黎各的模式，这张钱在台湾用？原因很简单嘛，这个地方它是替美国来军事占领而已嘛，就这么简单。因为当时日本时代哈，日治时代。 他在总督府官制的时候，他用的就是台湾银行券。哦，你们的文宣的那个后面里面，先讲这个部分哈、哦，在1945年的4月1号开始，台湾这一块土地实施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所以他用的钱就已经不是总督府官制了。 他也不是用台湾银行券了，已经用日本银行，同样比照办理。为什么中国人说台湾这一块土地叫做台湾省？他收复国土，为什么这张钱不能用？原因就在这啦，哈、哦。啊，所以这两张钱哦，你就可以等于是法理了。你只要会讲解释这两张钱的来龙去脉哦，差不多他就是清楚啊，不清楚就走了吧。这张图。 就是你们手头上，我因为我已经给你这张图，我大概解释给你听。你们拿。喂喂，我解释哈。 这也都是国际战争化，对拿破仑时代以后就是这样走的，没有一个国家例外。你看哈、哦，都要开始两国宣战，恁无的人，恁先看迄个荧幕啦，啊，下一次我再补哈、哦。刚开始的时候，伊拉克用伊拉克的当例子哈、哦。刚开始伊拉克跟美国战争的时候宣战，伊拉克战败，美国在伊拉克成立。 伊拉克人民政府为什么要成立人民政府？因为战胜国他讲的是英文，战败国他讲的可能是我不知道什么文和伊拉克文，哈、哦，他的文化回教，美国是基督教，怎么有办法去管理？所以他必须要帮战败的这一个地区的人民去用他们自己的人民去成立人民政府，所以伊拉克民政府就这样成立了。那成立了以后。 为了要让当地的人民守这个法律，维持一段时间，所有的人民能够遵守新的法律以后，就开始美国军事政府就准备要撤军了。但是要撤军之前，他必须跟当地的新的人民政府签订和平协议。 这样就可以准备撤军了。这样伊拉克从占领一直到撤军，从头到尾7、8年的时间。为什么台湾从当时68年前被占领，到现在已经68年，美国军事政府还没有正式进来？刚才看到这里的，咱台湾人外可怜。啊，那这为什么被这样被牺牲？ 为什么？我等下后边会讲较紧的，就是要讲后边互你听啦。你若知影这个代志吼，你实在是为家己爱流目屎啦。啊，那全世界联合国，拢咧讲人权，今日为什么安尼对咱台湾人应该吗？你看顶头啦吼，看顶头这个所在，这个所在。 一个台湾两个政府，战争结束后，本该就没有交集了。上面是军事政府，底下是人民政府。我先讲一下，在1934年占领的时候，他也有照美国也有照这个模式有成立，只是后来又被模糊掉。你看一下哈，你们手头上有的哈，刚开始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后来变成台湾省政府，李登辉要把它废省，美国不同意，你不可以把这个占领地 的, 的,
的这个小菜还可以了吗？没声响。刚开始的时候，他要把它废省，后来美国告诉他，我这个地方必须有人民政府，所以又只能动审，动在那个地方。但是2009年的时候。 喂，2009年的时候，咱美国的司法院判决下来，这个是2009年的判决，是2006年的时候，咱林志森博士哈带了228位的这些原告去告，告赢以后2009年的时候，判决下来，这个判决下来的5项，其中有一项是这样写的。 美国的行政单位就是国务院要主动协助原告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所以台湾民政府在2008年的时候，就在台北市有成立，2月2号，就是我们现在门口吊的那个木匾，那个木匾上面有写2月2号，所以民政府的部分其实早就接轨了，台湾这一块被占领地，从台湾省政府。 但是这个台湾省政府其实有一点吊诡的地方，就是民政府一定是被占领地区的人民成立的，所以他为了样板，他上面放的那个省主席都用台湾人，下底其实你操作的不是台湾人在操作，这是为着要国际看，让国际知道说啊，台湾有照国际战争法，原则下这样成立的，所以。 这个地方民政府，其实我们早就接轨了。我们先来看上面，上面这个地方刚开始可能讲太大声哦，后边敢会太大声？就是讲，拄啊开始叫做警备总司令部啊，后来中华。 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啊嘛，流亡台湾的时阵吼，伫拄啊开始的时阵吼，拄则开始走来38年走来台湾的时阵吼，警备总司令部这个所在都无去啊，都改中华民国啊。但是伫台湾关系法以后吼，其实伫台湾关系法以后，中华民国嘛无去啊，只是你唔知啊尔。伫台湾关系法，恁家己会使登去查。 你直接打台湾关系法，你去看他的，去看那个美国 AIT 的那个，迄个官网，伊的第15条，伊第15条写啥物货，你知无？伊写对1979年1月初开始，就是民国68年1月1号开始，美国承认的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 他只承认民国68年前的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当局，但是对68年以后，他只承认台湾治理当局，中华民国不见了。所以各位你们回去再做一件事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回去把查询去查询。喂，你回去的时候，你去查询中华民国行政院。 你官网跑去他们的全球资讯网一查进去，只剩下行政院。中华民国前面不见了，过来，经济部、财政部拢安尼。前面的中华民国拢无去啊，你拢唔知啦。所以这个物件，伊继续行到台湾关系法，但是伊无代无志去跟人签 ECFA，ECFA签的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流亡政府跟这个。 本身这个政府已经和谈了，不打仗，伊无要修正啊，无要修正，你知影产生一个足大的问题呢？伊当时伫台湾这个所在替美国军事占领，伊的口号就是反攻大陆。但是你即摆已经甲伊痛去啊！你知影美国是经济主义的国家，伊无可能甲台湾这个管理权交予共产主义嘛？ 就是安尼，伊要走啊！所以咱差不多一年前，咱秘书长就一直咧讲，中华民国伊要走去平潭啊！恁各位，恁有捌最近有看到讲迄个平潭的迄个海峡号通航啊未？
通航啊嘛吼，迄台船啊会使载200-300架车啦。你若有这个影片，我的随身碟内底有。你若有这个影片，你免甲讲法律，你甲恁的朋友讲，迄、那个影片甲放到倒位，你知无？放到内底会使载200几台车，甲挡伫遐，你甲问，请问我问你。啊！你迄个海峡号有法度载200-300台车，啊，载去中国是要创啥？互伊讲啊，无安尼佚佗较方便啦、啊，较有可能。驾照无同，吼、哦，交通号志无同，车牌嘛无同。啊，咱个人吼、哦，你知影台湾人酒驾会足济啦吼、哦。啊，去佚佗欢喜啊，酒加啉一杯啊。啊，若万一伫迄边安怎伊开灯啊嘛无对抓人。这无可能的代志嘛！而且佫一件代志，台湾的车拢用到9,000+啦吼！你知影中国用偌济？你敢开一台好车去遐加油转来吗？啊，拢总唔敢！啊，你开车去要创啥？徛伫中国的角度，我伫台湾来佚佗，你开你的车来，我无钱赚呢。你应该这700-800人来观光的，你落车落船以后来给他租车，我唔知道有钱赚，这完全不合乎逻辑啊！而且你也知啊，这那是讲两边正常的船运啊。台湾嘛有足侪船公司啊，那也不爱去往那买一只，是啊，那也互因公司赚，互对方的海那个海峡号是中国的公司啊，什么原因？这些船公司自己嘛会晓想啦，啊，中华民国要走啊，你是搁创一间船公司是要创啥？把这个影片放好看，再甲讲吼，安尼较紧啦。吼，啊，你若要遐影片，会使家己去找，你著拍海峡号就有啊。吼，所以这个物件一直到这个所在，美国军事政府要入来啊。啊，为什么最后才来放一张相片伫遮？你知无？因为当时你若卖去领伊的身份证，咱迄阵若讲有真济捌国际法的学者。甲美国讲，叫伊来办咱即马领的这张啊，这张身份证啊，伊就管咱袂着啊。因为你去领伊的身份证，你改变国籍，改变国籍，你就爱互伊管啊。吼、哦，所以伊伫拄啊讲的迄个美国的迄个司法院的判决内底，其中一条就是写讲，目前台湾人佮生活伫政治联合，就是这个意思。我拄啊互你看，什么叫做政治联合啊？这绿卡。这张绿卡吼，这我的绿卡。这张绿卡在美国未当选举，嘛免做兵。你即马领中华民国，恁报道用迄张国民身份证，甲这张性质同款，拢居民啊尔。啊，你都未当选举啊！啊，你也甲人选总统，啊，莫怪你个总统选也无人要插你，世界拢无要插你。啊，所以这个就叫做政治联合。但是，佮另外一个政治联合，就是台湾关系法。较等下后边我就讲，所以这张恁爱留的，留的你爱去解说，互你的朋友听，吼。后一张，拄仔讲迄个改变国籍啊，全世界要改变国籍哦。以我来讲，我爱出一撮仔钱啊，吼，互美国啦，吼，因为我要申请伊的身份嘛。但是，我申请好以后，我已经5年爱伫遐待满2冬，然后我提出申请，讲我要参加这个公民的考试，我考英语会用讲英语通过，我要正式宣誓我要做美国人，安尼我就有公民。这国籍是安尼啊？你知影这个国籍是安怎去用改变？你知唔知？就是因为这张和台湾人安尼。安尼轮回吼，伫遐60多年安尼受苦受难，因为当时美国，美国甲大日本帝国的这个主地的这个领土内底吼，北方四岛叫苏联占领，琉球和这个联合国托管，岛秋平的独岛，就是迄个韩国顶头有一粒小岛，李明博有登岛迄个小岛。叫韩国甲占领，南边叫蒋介石占领，目的就是要让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甲五马分尸啊！伫迄个时阵吼，苏联做一件代志啊，伊怎因为苏联捌国际法，
伊怎啊甲顶头万几个日本人用军舰甲载登个日本个本岛，视同无人岛，占据个便宜个。迄阵蒋介石我哪想个即步？伊怎啊要叫联军甲当时有600万个日本台湾人用军舰甲载登个日本？联军甲讲我无遐济船，所以哦，伊怎啊用即步啦？即日起啊，吼，马34年民国34年10月25日，一律恢复国籍。全世界国籍法无人安尼啦，这爱自由，爱你自愿意愿合法的情况下才可以改变。伊这强迫的，所以这违反国际战争法。后边再来找伊算账，吼、哦，就是因为你去往这张的行政命令，你若唔遵守，啊，足简单啦、啊，228嘛。哦，真夭壽啦！你知影228的三星、白色恐怖、美利岛、吼、哦、戒严，这个物件干哪一个目的？我拄仔有讲迄个战争法，只要这个地区的人和平，拢会上修法，台湾人就上好修法啦，还袂晓修法，是因歹互咱修法，甲你制造动乱。因为我本来有准备一寡资料，但是时间的关系，我用念的啦吼。我即马所有讲的物件，你拢甲想一个画面。我相信你拢想会到啦吼，228你想会到嘛吼，白色恐怖你想会到嘛，保密皇帝你想会到嘛。所有我甲你讲的这个影像，干哪一个目的，就是占领军伫这个所在占领，只要这个地区维持和平，所有人拢乖乖，所有人拢守法，这个占领军都要离开。所有每一件代志拢是安尼，伊就是不爱和你和平。只要你若和平，伊就阁变一出，吼、哦，白色恐怖结束，政党结束，阁来毒奶粉、毒淀粉，吼、哦，乌链、乌盐、啊、麻糍、豆花，和你拢袂食诶，啊，即摆阁沙拉油啊。我会记无偌久，敢若有一个迄、那个狂犬病，甲你放迄个什么右欢。啊，四个甲你棒棒棒的，讲好做吐四个，啊，即马拢无啊嘛吼，啊，即马过来什么五木拉面，什么可乐也袂啉的，都互恁这人爱人心惶惶安尼啊，为了目的爱走，应该爱走啊，啊无走就安尼，所有拢安尼，啊拢掠无凶手，拢掠无凶手，啊你掠无凶手，迄、那个行政官员嘛掠去枪杀吧，迄、那个若掠去枪杀，看够人敢无，都无啊。这种物件，伊都唔敢做。伊讲迄伤残忍，啊！你228就安尼砰砰砰，对不？拢凊彩你讲讲。这个物件吼，我4月初就做好啊。后来我发现到一件代志吼，咱的人你对外你宣传的时阵吼，我你讲只要这张你都有法度讲讲吼，足好就好啊。但是这张内底无，后一届再甲我摕随身碟甲我看吼，这张足好用的。我讲一届吼，免偌久啦。咱常常咧叫人来办身份证，叫人来上课，拢叫袂来。啊，叫袂来的时阵，后来我用足侪传单的结论吼，就是讲，一直想讲用啥物物件，和听到的人，伊当下上无思考一下，啊，莫甲你硬吹硬挤吼，啊。因为咱真正是做用心要互伊了解啊，咱毋是诈骗集团啊，所以后来我思考一件代志，伫台湾吼，那是得票率最高的吼，拢政治受难家属，所以伊为着吼，要互这个人高票大部分拢会同情，因为伊同情苦主啦，吼，同情弱势啊，同情被受难家属啦。所以我用这个角度，我无要甲伊讲，你办身份证有啥物好处，我唔爱讲啊。这个物件吼，安尼解说，伫这个所在，我相信各位你若有淡薄啊有读到过去的一挂，你拢知影吼。这个台湾的过去，这個、台湾的现在，这個、台湾的未来，为什么讲咱现主席伫台湾这个所在叫做政治台湾？我拄仔有讲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关系法。等下我会解释搁较清楚，因为什么美国今日把台湾关系法放伫美国的国内法，这无道理啊，这违反国际战争法，
没有这个道理。如果可以这样子，伊拉克当时战败，他这么为什么不搞一个伊拉克关系法？现在的波多黎各已经100多年，他为什么不搞一个伊拉克关系法？都没有啊！啊，独独那遐照顾台湾人，因为当时恁去共领迄张身份证，在美国人的眼里里，伫目睭内底，他的眼睛里面，你看不到这一块土地上有当时被占领的日本台湾人，就这么简单。所以在刚在那有恃无恐吼，去把台湾人的权利放在美国的国内法里面。等一下我会讲说台湾关系法到底要干什么。所以你看，在这个的情况下，他通过台湾关系法，是因为美国人的眼睛里面看不到当时哦，被占领的600万人的子孙，他看不到。因为你都没那个，没我们这个台湾政府这张身份证啊，没有了，已经看不到台湾人了。所以刚刚我有讲过，就是美国的那个5个判决里面，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国务院要主动协助原告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现在关键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办身份证？你没有，你一个政府没有人民啊，你的人民竟然全部都是领中国籍的，所以那不是你的人民啊，所以你必须要透过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我是在当时占领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日本台湾人的后代，这些人才能组成政府，因为这些人就是人民。你没有这41万的人民，美国跟你说我不敢把政权交给你，因为恁这些人拢中国心，拢领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所以才需要办这一张身份证。但是有的人民，有的41万的人民，你还有政府官员呢？啊，我嘛唔知影讲要管台湾这2000几万人，爱偌济政府官员。美国告诉你，当时陈仪来台湾的时候，蒋介石叫他带了1000名的公务人员，所以即马台湾已经2300万乘以4，要4000。那你4000是安尼来，所以你只要达到他的要求，伊就用《旧金山和平条约》甲中华民国甲请去平谈，军政、美军、民政、台湾民政府，因为这张身份证是美国人做的啊，伊袂带甲我讲，伊做的4000名，做的4万名、5万，伊无遵守，迄伊做的呢，所以伊家己心里有数，什么时候要交接，他最清楚。我们只要认认真真，一步一步照他的方式。把4000名、4000里、4500训练出来，身份证对5万、10万一直堆加，到伊的标准，他的最高法院就可能就开庭了。现在我们的案子还在待审，哦，所以这张够用的，往这张吼，敢那小抄给恁用啊，你免讲噶。如果听的人他有其他的想法，我给你当下可能不会答复，你把他的问题记下来，去问恁酒店。问恁副州长，问好变哪个答，再个答，吼、哦。我即马开始讲台湾关系法吼、哦，我有浓缩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有浓缩。这当时建交的克里斯多夫吼、哦，我予你看，我即马是天乌一边的物件、哦，即马讲的是天乌一边的物件吼，就是讲，伫台湾关系法，中美啊，迄阵叫做中美啦吼，台湾甲美国。断交进前两冬啦吼，这内底文章内底主要是你写讲，当时惊伊讲宣布断交，他怕蒋经国宣布独立，吼、哦，当时有美国的方面有人安尼咧思考，但是迄阵一个结论就是讲，继续爱阁卖台湾武器啦，因为1970年，恁会记的吼，1970年是在1970年已经开始买武器了，买了14架的 F-51 啊。美国已经伫台湾这个所在已经收到钱啊啦，收到钱啊啦。你甲买一挂，伊准备要淘汰的飞机吼，已经吃到甜头啊啦吼。1970年会记的吼，1979年断交，吼，这是1979年的前两年，断交的前两年，继续对台售武哦，吼，看到吼。这是台湾关系法，就是我拄仔讲叫恁去查询迄个物件。
这个所在有写哦，你也看哈、哦，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人民哦。这个所在无讲销售哦，无啊、哦。你即马登去查嘛，是提供防御性，也没有销售，也没有。你回去自己查哈、哦。好了，这台湾关系法是提供免费的，安尼讲较简单啦哈、哦。但是伫建交啊，伊甲中国建交的时阵哦，有一甲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交易条件，就是讲。你要叫我甲中华民国断交会使，但是你爱同意我继续卖武器予中华民国，哦，安尼逻辑就清楚啦哈。拄啊开始已经卖武器啊，台湾的这个台湾关系法没有，但是真正开始运作的时候，断交的时候继续卖，哦，有清楚啦哈。啊，这个物件是我安那得到这个物件哈。我伫订购的时阵，我去找一个朋友。伊个桌顶拄啊放一本册，这个人叫做王能祥啊。你若想着讲吼，台湾关系法是安尼成立的吼，你真正吼天乌一边啦。安尼都已经甲台湾安尼卖几啊十年啊。我念互你听啦吼，这个人就是当时伊个回忆录，伊安尼写吼，啊我念互各位听，就是讲。为了台湾关系法，我当时接触很多美国国会议员，其中帮助最大，首推培尔参议员。这个培尔参议员也背景哈，就是当时对麦克阿瑟边啊的助理，所以伊足了解台湾的地位啊。培尔参议员说实在，当时不满美中建交的国会议员很多，但在那边大声嚷嚷有什么用？参议员100人，众议员435人，你几十人在那边义愤填膺有什么用？重点是要提出法案，让国会通过。我和培尔联手后，为什么我用红色的？台湾关系法都伊甲培尔联手安尼过呢？看广告，恐怕自己分量不足，于是提出郭雨欣。有人捌郭雨欣无？听过无？住伫宜兰啊，哈。郭雨欣啊先生出来，培尔也清楚，郭先生英文不行，但郭先生只要在那边点点头微笑，其他交给我翻译就可以了。培尔也清楚，国会现场作证，要我去才行。我将培尔的话转告郭先生，郭先生很有绅士风度，即使内心不愿意，也不会反对。美国作证文通常用写好当场用念的，这样才不会失去原意。后来。我得知我非美国公民，不能作证国内法，于是干脆将已写好的作证文改用郭先生的名义送进去。其实培尔当时有意将台湾置为美国的领土，我心有点忐忑不安。果真如此，我是如何向人解释我一贯坚持追求的台独理念？我跟你讲吼，这个所在跟你讲，当时这个培尔。有意识将台湾变成美国的51州，这是1979哦，你这时间点你想清楚哦，1979哦，我即摆予你看30年前的机密档案，伫6月9号公布的，伫咱台湾的时间6月9号，安尼30年前的代志予你看，我等下再甲你讲这种代志。咱伫习近平去访问奥巴马的时阵吼。就是6月7日到去访问奥巴马，美国 CIA 公布1949，会记得吼？拄啊，迄是1979，这个是1949的机密档案公布啊。台湾在法律地位上不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在法律地位上仍是被占领的领土。请问各位是谁的领土？哦，是日本天皇的哈。所以你也看吼，我等于予你看啊，你看佩尔安那，你所以吼，这美国人实在是要安那讲，我真正唔知安那讲吼。你都明明知安尼袂使，啊，你就去找一群迄有爱台湾人、有台湾心的人，啊，他来甲你开这个公职听会，主要是要保护台湾的安全，怎啊把台湾关系法放伫美国的国内法？这段时间。我拢完全无去看到任何的资料，中华民国派人去美国去讲，拢无。伊无资格讲啊，因为是美国代理予伊啊，伊哪有资格讲？所以当时这个培尔，伊都明明知影30年前都已经伊在麦克阿瑟身躯边啊，伊哪会知影台湾的地位呢？
伊若毋知台湾的地位，当时为什么日本天皇无受处分？伊哪会毋知？但是经过三十年后，已经开始买着武器啊，已经赚着武器的钱啊。我问各位啊，所有你甲美国买的武器，倒一项你感觉毋是派当古下？敢若拢袂用的呢？哈，敢若拢袂用的呢？啊，迄种物件安尼买比新的较贵。咱伫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4月28号生效以后，有日本有甲中华民国有签一个日华合约。但是这个日华合约拄啊开始的时阵吼，甲当时结束中日断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哈建交以后，迄天这个日华合约的终止啊。在这个日华合约终止的时候，照理讲，台湾人的国籍已经恢复啊。在1972年，你会记得我拄仔要甲你讲一件代志吼，1970已经开始买武器啊。吼，这个是日华合约终止，进前两年就开始已经拆钢着武器啊。照理讲，1972年以后。日华合约结束了，你知道日华合约内底讲啥物物件？伊就是讲，伫台湾遮个日本人，中华民国要把他视同国民对待，所以怎啊去甲你用领迄个身份证嘛？而且当时的日本的法院嘛主动放弃，嘛主动放弃这件、这个咱的国籍，啊，这拢不应该啦。咱是已经是伊的领土啊，伊哪会使放弃？就跟他说你的后生，你敢有法度去换你去跟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跟你断绝父子关系，那没法度的事情，同样意思的道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台湾人的国籍已经没了，日本美国人怎么不跟我们说？他怎么不跟我们说？因为已经钱底落底了，那飞轮机本来要弹掉的，竟然还有人买。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关系法能够成立吗？是不可以成立的。你今日美国人若有道德良心，你一定袂当做这款代志，啊，都已经错在先啊嘛。所以我呼吁美国人，我念一遍：信仰上帝，美国人，在迄个时阵，你的道德良心你伫倒位？伫本土台湾人在座拢是啦吼。经过咱安尼宣传，我相信咱台湾人足紧就觉醒啊。冤有头，债有主啦吼。无讲咱要甲伊做敌人，但是你爱给我一个公道嘛。伫这个时阵吼，伫本土大人还袂全面觉醒之前，你要有勇气做一挂代志啦，来协助咱啦。唔好让咱伫这个所在吼，新闻也袂报的，无嘛电视台摕一台给咱用，对不？所以我今仔要讲的这个物件吼，有一部分你唔知吼，啊是嘛头一届讲的吼，就是讲假设。在刚才说的1979年的1月1号，那个时候台湾关系法如果没有成立的时候是什么局面？台湾人就好像波多黎各一样，我要买武器啊，我因为你给我占领嘛，我有什么欠，我欠什么东西你美国要给我啊。波多黎各现在就是这样啊，美国人也一直要给他独立啊，结果他不独立啊，去年年底说公投他要做美国51州啊，怎么死啊？因为离美国伤远啦，伊美国是讲啊，这种常常你甲我讨钱的啊，对不？啊，归去你独立，伊唔独立，煞甲公投，讲煞变要做美国51州啊。即嘛，台湾人会变做日本人，是因为有根据万国公法的架构下，所以有皇民化嘛。台湾人迄个时阵有足侪人会晓讲日文，即嘛嘛还佫足侪。伊是有姓日本姓，伊会写日本字，有经过万国公法这个架构下，变成很正式、很合法的日本天皇的领土，所以黑爱有流程。你知道波多黎各即摆佫讲西班牙文呐？伊变啊实施美国的宪法，看美国宪法英文看无啊？你变啊做啊讲啊听无啊？所以黑爱有规定，唔是你要做就会使做。过来。拉法叶舰，
拉法燕这讲叫做弊端呐、啊，尹清芳唔是被尹清芳案嘛吼，但是各位你想看卖吼，中华民国向国外咧买武器吼，拄好干那拉法燕买上好，敢唔是？全新的嘛，啊，剩的拢二手的呢，噶即马咧P3C啊，我恐怕拢二手的，唔知即马先交一只，我合理的怀疑啦吼，即马交一只嘛，交成功啊嘛，先一只试看卖。 先讲啊嘛，啊问题也无，甲你翕啊嘛吼，也无八卦啦，内底连件会用的、袂用啊，无人去甲你检查啦，也无去甲你验收的，直接四十九亿，后壁十一只我咧想啦吼，合理的怀疑嘛，你著甲我用遮久啊，可能去全世界遐旧的啊，收收的啊去美国吼，搁甲黏黏黏黏啊，啊甲喷落身啊搁晒啦，啊无人验收，啊都几啊百亿都无去啊，哦，啊这都本来应当安尼做嘛，过来。 水门案啥物代志，恁知无？水门案恁知影是窃听嘛，对吧？其实水门案伫台湾关系法，就是台湾甲美国断交的时阵，这是进前发生的代志。因为尼克森走去中国，有意思要出卖台湾呐。 以每一个总统上职的时阵吼，拢爱摸着扶着圣经吼宣誓，我誓死保护美国的领土。你竟然去甲中国去讲出卖台湾的所有的物件，家己留台编一个理由。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当时台湾已经台湾这个顶头这个中华民国已经向美国买足侪武器啊。 美国若是甲尼克森的这个代志向全世界宣布，安尼咱搁甲转去甲波多黎各共款，咱就免买武器啊嘛？迄偌大条的钱你知毋知？我互你看哈，念袂煞啦！我若要全部念完，可能还搁一点钟啊啦吼！你看，1970年哦，买48架 F-51 啊，搁五百枚的小牛空对地飞弹，我毋知迄一粒啊，我都毋捌崩过，我嘛毋知迄一粒到底偌济钱。啊，偌大粒我嘛毋知，飞伫知影足济钱啦吼。1980、82、83、84、85、86、86甲89这中间有3年的时间无买，我毋知啥物原因，以后再搁查，飞伫足济也查袂完啦吼。 但是开始买拉法叶这件事，美国阁继续卖武器啊！1989、90、91、92，这拢这每一数字，这里侪这拢足侪钱啊！93、94、95、96、97、98、9啊2000啊吼，2000空伊过来我无查，因为我无时间阁查。 即马买阿帕奇是2000空八年买，拢总嘛4-500亿。我甲你讲吼，咱民政府欠钱欠到安尼吼，那直接 P3C互咱用49亿，咱煞毋知影要哪用。我甲你讲，咱甲日本有啥物关系啊？因为当时即张传单恁有啦吼，我爱解释吼，因为当时日本天皇。 伫马关条约摕到台湾这块土地以后，伫正手边高山，就是中央山脉右侧这块吼，这块无，这块毋是清朝的，伊嘛做一届甲挂号，挂号日本天皇。当时摕挂的部分，就伊自底的拓殖地吼，这是拓殖地，干那安尼，伊毋是殖民地啊，干那安尼啊尔，所以中央山脉这块拢无啦。啊，日本天皇。 来开始征接收的时阵，才发现着讲哦，安内遐侪迄高山安尼遮歹，啊拢咧甲伊对抗，所以日本哦，佫用10年的时间，佫发动军队，用10年哦，所以有出出电影叫做《赛德克巴莱》，就是咧讲即个故事。经过10年以后，台湾即个所在较平、较和平啊，日本嘛用因的风族，吼、哦，甲即个高山的遮的头目。 也子孙去成亲，安尼台湾这个乱象都渐渐改善。但是伫这个时间点吼，拢拄拄啊好啦吼，因为日本天皇伊知影因伊知影万国公法、国际法伊知，
所以这是1937年吼，这个1937年拄好迄个卢沟桥事变之后，台湾宣布实施皇民化。皇民化我拄好有解释过啊，啊，佮拄好，拄好哩1941年，1945年的4月7日啦，拄好这个麦克阿瑟去拍这个琉球，讲迄讲。日本天皇用诏书宣布台湾这块土地是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从那天开始，要做兵，要实施，要参政，等于实施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所以那天用的钱不同啊。从那天开始，本来是台湾银行券，后来变日本银行，叫日本银行，恁手头有哈，叫邓一个小粒音啊。叫做台湾银行，这张钱4月7日甲朝鲜共一天用这张钱，所以有这张钱就证明什么代志？台湾对1945年4月7日开始，你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啊，迄无法度改变的。你讲你不爱做日本人，爱安尼解释吼？真侪人听到日本人讲我不爱做日本人，啊，迄都无法度的代志。哎，小蔡，啊，可以，有看吼、哦，这个台湾银行券，这是进前台湾18年中毒的时阵呐用的钱，这恁看过，但是后边这张大张你就可能唔捌看过啊。无时间问恁算啊，未算哈，因为剩5分钟啊，尔哈，我直接搁后边你讲哈，这个日本人哈、哦。唔是即卖日本人，唔是即卖你头壳想的即个日本人。咱即卖讲的日本人是即个大日本帝国。即当时大日本帝国皇军用的旗啊，即支旗啊等于是大日本军国主义的意思啦。但是我用安尼恁听较有，吼、哦，就是讲咱是啥物人？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目前。目前去由美国军事占领当中，吼、哦，所以这张钱，这个图啊，都、就是你即届要读书头壳爱戴的物件。你只要会晓讲一句话，你的法律差不多通啊啦。我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未通啦、啊，吼、哦，吼、哦，这拄啊，甲你讲的五项的判官吼，啥、哦、物是台湾人？我试较紧的哈，时间的关系啊。法律的台湾人叫做日苏美战，就是我拄下甲你讲的。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目前被美国军事占领，就是这个日苏美战。感情的台湾人叫做大中国，我是台湾人，哈、哦，足简单的啦吼。我伫美国，我拄到会晓讲台语的，伊甲会甲问讲你是台湾人，嘿讲诶，我是台湾人，因为我是摕绿卡的，我免讲讲我是台湾人啦。因为我这是居留啊，你知嘛？但是伊摕护照呢，伊那是法律上伊是美国人，伊感情上是台湾人，安尼解释。吼、哦，你倒位人？我感情上台湾人，但是我法律上我是美国人。啊，无你也分袂清楚啦，吼、哦。感情上的台湾人，今日会苦难伫这个所在，拢你体制内啦。体制内吼，你永远行袂出來，所以早前的东华讲进入体制反体制，会记得袂吼？永远无法度反呐，互人关甲死啊！哪有法度反？咱是体制外的，吼、哦，来，台湾关系法拄好解释过，所以恁拄好我有叫恁去查这个物件，拢用改名、哦。当时要走，都爱看咱的速度啦。咱4000名甲41万人，当时紧摕到伊就走。哦，这个日，这个是我拄仔甲你讲，你知影咱台湾民政府的全名吼、哦，叫做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这是台湾民政府的全名啊。所以美国是摕到台湾的占领权。这也可以说占领的主权、啊哦、
所以民政府一定要比占领的人民去成立的啊。所以我若有这个小这个小抄大抄，恁就足好讲啊嘛。啊，因为咱要甲美国互动，所以咱九月初六，咱去美国开一个酒会啊，时间的关系，这影片我无要放。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甲日本天皇的问题啊，咱嘛爱甲伊互动啊。这是领土，有所有权证的啊。这个感情的日本人，这因素吼，我相信你拢无啦。这拢外来的物件嘛，这不是你台湾的文化，但是不是台湾的文化，不代表我不能做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呢。刚才参像大英国协来对，澳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加拿大，迄有的语言拢无同的，伊也毋是讲英语的啊，对吧？伊嘛是大英国协啊，未来咱是咱嘛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甲日本维持一段距离。兄弟啊，安尼啊，你啊，伊无管啊，咱也无管呢。所以法律上的日本人，甲感情上的日本人，我那爱跳清楚，莫男男做伙啦。你啥物人？我日本人，你哪日本人？啊，你也解释，这拄仔我有解释过啊。所以会记的哈，法律上的大日本人，非感情上的日本人。所以咱甲日本天皇的关系。咱嘛爱去，所以今年的年底，秘书长有讲嘛，高级班上完，恁拢会使去日本，吼、哦、啊，爱提早报名，因为今年无差旧年两百几位啊。会记的，即句话你爱抄起来，即句话你一定爱抄起来，即句话就是代表所有的法律啊。我拄啊讲过迄啦，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目前美国军事占领当中，即句话，吼、哦、你爱。记清楚啊！你若记起来，你今日上这个课，就通啊啦，会使啦吼，我试过啦吼，真简单。我即马要讲台湾的未来吼，我试较紧啦吼。咱民政府接掌政权了以后，可能要维持 N 年呢。为什么 N 年？因为有制定新的法律，跟伊拉克同款。可快可慢，因为台湾的地位说实在比伊拉克更重要、哦、所以他可能 N 年，这个 N 年可能五年，可能十年，可能十五年，美国才会跟这个地方拥有这个地方主权的人签订和平协定。有主权的人是谁？日本天皇。日本跟日本天皇是不一样的。日本，你即马讲的日本是日本政府。刚才查就英国女皇，伊下底有遐尼济国家、啊，所以天皇还天皇，二元制也无共，所以一定爱甲日本天皇签合约。咱今日无甲日本天皇互动去甲作秀，伊连讲哪会讲啊？这个唔是我的囝，我是爱甲你签，所以咱来甲伊互动。所以，甲要甲啥人签约？要跟这拥有这一块土地有主权的人签合约，所以未来台湾到底什么情形？有可能是可行啦哈，它是维持靠瑞士安的永久中立国。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是美国的利益，因为伊那是靠琉球返还模式，甲台湾佮向日本首相管理的时阵，当时的大日本帝国佮再度崛起，美国佮踹咧蛋啊。所以上好的情形就是台湾。甲即卖日本维持邦联，靠加拿大跟澳洲的关系是这样子，军事外交分开，好、哦，这个是美国的利益。所以你讲以后台湾是永久中立国是很有可能，但是各位爱阁继续加油，哈、哦，今日两百外的，这两百外回去吼，后礼拜若高级班，阁两百外的，咱免外久。咱就提正款了嘛，但是要有使命感。你只要有使命感，想要为台湾，想要为未来，加做一挂代志。我给你的物件，你若无搞，你阁提我提，因为这种物件爱解说才听，提去路边本无人看有啦。好、哦，啊，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到这，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安车。各位好，安车，起立。
台中州，台中州黄玉春小姐，高雄州王丽娇小姐，新竹州简洁传，新竹州简洁传，以上三位哈，麻烦到一楼的办公室。以上三位到一楼办公室，谢谢。啊，如果还有那个明天下课后啊，要搭乘交通工具去坐车的，麻烦等一下到我电脑那边去填一下你的姓名。明天下课后如果要搭乘交通工具的，麻烦等一下到我电脑桌那边写一下你的名字，谢谢。那个各位同心哦，咱来遮，恁哪进行恁的动作？我讲，咱来遮吼，若要做公务人员吼，要可长可久，头壳爱戴的物件吼，一定爱戴比现有的公务人员较侪。但是你即摆已经提早有八个月时间读书啦，这八个月你若赢伊这项法理论述吼，你就出去吃一大堆啊。无啊，你讲遐个公务人员唔是你遐好带的啦。因足够读书，所以咱必须定迄个新台湾论，无论如何，一定爱囥个身躯足歹看，我知影，足歹看，遐爱看甲杜姑个起来去看。